欣赏动漫魅力，撩拨你的心弦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女神亮电影。马戏团驯兽师突然收到一份画着唇印的信件，可是当他去赴约的时候，却发现是自己经常鞭打的大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在街道不起眼的地方，有一个已经关门的马戏团，而大胡子就是马戏团的驯兽师，但是此时已经没有客人，他正在摆弄着桌上的小玩意儿。这时窗外有人走过，并把一封信扔进了马戏团。大胡子出门查看的时候，对方已经走远，而这封粉红色的信件之中印着一个美美的女人的唇印，这难道是桃花运？心里有些兴奋的大胡子立马走出了马戏团，按照地址找到了一个大房子，而房子里面放着一个明晃晃的女性衣物，这让大胡子春心荡漾，但房间之中并没有出现那个神秘的女人。之后大胡子走进了一间昏暗的房间之中，在这里他看到了以前的一些照片，那个时候他和朋友一起合伙开了马戏团，那时候他们肆意地鞭打着马戏团里面的动物，只为让他们听从自己为观众表演节目。渐渐的，那些血淋淋的鞭子让一只大熊产生了畏惧，但也让他萌生了对于人类的仇恨。于是接下来的几年之中，他策划杀害了另外两名驯兽师。当大胡子看到这里的时候，已经开始有些害怕，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这是大熊的报复。但是他没有注意到的是，大熊偷偷的来到了房间，而且关上了房间里的灯光。当大胡子转过身来的时候，露出了惊恐的表情。画面一转，大熊又拿出了一张魔术师的照片，而大胡子被人残忍杀害的事情也上了报纸。相信在往后的时间里面，大熊会对那些残害动物的驯兽师们进行挨个的报复。相信很多人都喜欢看马戏团的表演，但是那些动物们看似听话的背后，却不知道遭受了多少折磨和鞭打。看完视频的你，还愿意去看动物表演的节目吗？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。